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孩子。今天有到这个很可爱的 human made 的小物，它是由几个爱心啊？五个爱心，对，它五个爱心组成的这个钥匙圈。那它每一个爱心都是比较，也不是比较啦，就是它经典的一些颜色。那 human made 本身就是比较可爱的牌子哦。后面的话都是有 dry out 这个标语。那我看到网络上是有人比较怎么讲，他不喜欢这么大一串，他就个别拿老虎钳，然后把这个，因为这是 C 型扣，你把它拉开来，就是像玩音饰一样，把它转开来，这就可以拿出来了。你自己要挂在，找一个，你直接把这 C 型扣扣在别的地方上，也都是很好的选择。那相对的话，你这样子。你就变成你买了五个钥匙圈，然后不同颜色，然后是一个价钱这样，其实还蛮划算。Okay, 小物分享给大家。